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这两天大家的话题都离不开美国总统大选，因为拜登在第一场辩论当中呢表现实在是太差了。那么这个表现太差，又导致民主党的高层不愿意更换民主党在今年的总统候选人，所以呢现在民主党内部呢陷入了矛盾当中。 很多民主党内部的一些国会议员，他们对拜登到底还要不要成为今年总统候选人呢，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我们所说的左派媒体，左派媒体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美国有，其实欧洲更多。欧洲的媒体左的程度呢，有时候比美国的媒体更甚。那么左派媒体当中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呢，还是认为拜登应该被换下来。这里呢，就以这个《纽约时报》啊，包括《华盛顿邮报》啊、C N N 啊这些作为代表。 但是呢，这两天有一家英国的左派媒体呢，他当中的一个主持人居然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见，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意见是什么呢？《每日邮报》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这个人叫阿罗维阿、啊、阿罗诺维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移民。他在这个 X 平台上推文说：“他说，如果他是拜登的话呢，他会赶紧谋杀川普。” 因为川普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保守派、一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或者一个保守派的媒体人讲这样话，比如说修杰我在 YouTube 讲这种话，肯定 YouTube 会把我的节目给封掉，呃，最起码也是黄标。但是这样一个左派的英国的媒体人讲这句话呢，X 平台上居然没有什么对他采取特别措施。当然，现在 X 平台掌握在马斯克手上，马斯克似乎对这种言论的。 自由度还是比较宽松。他在这个文章最后，我还加了一个主题标签，叫最高法院。那当然，他认为除了这个拜登的辩论表现很差之外呢，联邦最高法院也对川普的选情有利。他在九十分钟，这个一个半小时之后呢，他撤下了这则贴文。但是呢，他在撤下贴文的时候呢，他有个回应，他说有一群极右派的人士认为他对于最高法院给予总统的豁免权裁决的推文的是煽动暴力。 你都让拜登赶快杀川普了，这不是煽动暴力是什么？他说这只是个讽刺，好吗？那我想问，那如果我用同样的方式来讽刺民主党，你觉得你会用这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我吗？他说他把它删除了，但是呢，他唯一要说的是，就是这次的剖文呢，给他一张地图，让他看到了网站上一些最蠢的人。这种极左的媒体人往往就是这样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以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他鼓动拜登去杀川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但是最起码在公共平台上说这样的话，以极左派的这种道德标准来说，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恰恰他们就这样做，这就是我痛恨极左派的原因。他们总是用一种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其他人，要求他的政治对立面，但是呢，他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没有政治道德的一个标准。其实，在拜登的辩论。 表现得十分糟糕之后啊，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应该要让拜登退出这次选举了。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拜登辩论当中的表现令大家失望之后呢，民主党内部被恐慌或者困惑所笼罩。所以现在在美国要求拜登退选的，往往不是民主党的高层，而是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左派媒体当中这些精英。 华盛顿邮报说呢，温和派的参议员曼清告诉他身边的几个核心的幕僚，他说他准备在上个礼拜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要宣布不支持拜登。呃，但是呢，曼清的这个想法呢，被民主党领袖给挡了下来。曼清我们知道他原来是民主党的参议员，他是一个温和派的参议员，他对拜登的很多政策呢，他是持反对的意见的。 但是呢，曼青虽然说他离开了民主党，他宣布他变成一个独立的身份，成为国会的参议员。但是其实民主党的很多活动呢，曼青还是参加的。基本上他只是民主党参议员当中一个异类，如此而已。所以曼青对身边的幕僚讲完这番意见之后呢，他、啊、身边的幕僚，我想应该是有民主党高层埋下的眼线，所以呢，他这个想法呢，很快就被民主党高层知道了。 民主党担心曼钦在周日的新闻节目当中，如果要求拜登退选的话，这将会成为民主党内要求拜登退选的第一枪。所以呢，一众民主党的大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曼钦在公开的电视节目当中表态支持拜登退选。两个不具名的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民主党人迅速集结起来，以全场盯人的方式阻止曼钦出现在电视上。 所谓全场盯人，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说服曼钦的机会。我想，这个说服当中呢，一定有非常强硬的口气。呃，全场盯人的这个民主党的高层政治人物当中，就包括了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说呢，曼钦也一度试图联络前总统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是在拜登大选辩论之后呢，跟奥巴马一起表态支持拜登的人。所以看来，曼钦想说服克林顿，告诉他如果 拜登继续参选的话，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个灾难。大家不要以为拜登这个在辩论当中跟川普之间的这个辩论表现很差，只是影响拜登的选情而已。他一定会影响到民主党在国会的选情，特别是参议院。参议院这次有三分之一的议席改选，当中有很多民主党人呢。 到了这个要竞选连任的关口，如果拜登表现差，让民众对民主党失望的话呢，这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些参议员或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但是呢，最终曼钦没有办法跟克林顿通上话，也就没有机会来说服克林顿。我们之前讲过了，克林顿、奥巴马他们是最重视拜登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表的。所以，拜登如果一旦退选的话呢，那么未来即使民主党在选举当中赢的话， 代替拜登的人能不能不能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表呢？我想奥巴马跟克林顿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华盛顿邮报》指出说，曼钦被迫收手了。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民主党正在迅速地压制党内的不同的声音，因为竞选团队和民主党的高层认为啊，呃，拜登和他的家人才能决定他的政治未来。我不知道这是《华盛顿邮报》自己的猜测，还是真是他们确切地了解到民主党高层这么想。 拜登和他的家人能够决定能够决定拜登的政治未来这一点呢？嗯，我不反对。但是问题是，拜登参选的话，他决定的并不是他家人的未来，而是决定了美国的未来，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政党的民主党政党高层呢，认为应该先看看民调之后的呃辩论之后的民调，才能做最后决定。辩论之后的民调还需要看吗？当天不是有一众的媒体，包括 CNN 都做了民调吗？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 拜登不适合当总统，这个川普才适合当总统。虽然说民主党的高层一直想办法要阻止党内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对拜登应不应该继续参选打出第一枪，喊出第一声反对声音，曼钦的声音被他们压制下去了。但是呢，这反对拜登继续参选的第一枪呢，还是打响了。这一枪从哪里响的呢？在德州，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德州是共和党的铁营盘，其实并不是这样。 德州其实，在我想这八年、这十二年以来啊，德州的政治氛围也在变化。德州原来确实是共和党的力量比较强，但是有很多民主党的选民呢开始迁往德州。这个并不是说民主党要刻意的把他们的一些支持者迁往德州，这要归功于加州。加州因为严苛的营商环境呢，令到加州很多企业迁到了德州，比如说塔。 原来它总部在加州，后来就迁到了德州。这样一搬迁，这些企业搬迁的话，不是一个企业搬迁的问题，它的管理层、它的一些核心员工都会随着这个企业搬到德州去。所以现在德州很多地方呢，变成了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某个选区当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所以说，德州还是有一些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那么，德州联邦的民主党的众议员杜盖特。 是在现任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当中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拜登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政治人物。那么这个杜盖特，我们说他来自德州，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民主党的铁定的支持者，并且呢，他在民主党内也算是一个倾向左翼政策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么他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拜登要退选。那么这个杜盖特作为民主党的众议员，他从什么角度认为拜登应该退选？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我们继续讲新闻。杜盖特在他的反对拜登竞选连任的声明当中呢，他首先是赞扬了拜登的这个执政的成绩，所以你看，杜盖特其实是一个拜登的支持者。他反对拜登继续参选，是因为拜登败选的几率实在是太大了。他说，在声明说，许多美国人对于这次大选的投票感觉到不满意，呃，什么不满意？当然对拜登不满意。他说他自己代表的选区呢，是当年约翰逊总统。 的国会选区，他说，当年约翰逊总统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下做出了退选的痛苦决定，拜登总统呢也应该效法这个约翰逊总统。多克代表示说，他决定公开呼吁之前呢、啊，他是做过慎重的考虑的，也就是说，其实我想他身边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民主党也对他进行了阻挠，但是呢，他还是决定站出来，要喊出这第一声反对拜登竞选连任。他说，即使他发表这个声明呢，对拜登的敬佩丝毫未减。 他说，拜登跟川普不一样，他在声明当中反对拜登竞选连任，但是呢，他还是对拜登进行了一番吹捧。他说，拜登永远把国家的承诺摆在优先，并非一己之私。他先给拜登戴了这一顶高帽，就是如果你是把国家摆在优先的话，你不为一己之私的话，那你当然就应该退选了。所以他在声明当中写道：，希望拜登能够做出像约翰逊总统一样痛苦且困难的选择。 那么他说的约翰逊总统是谁呢？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个总统叫林登·约翰逊，他是民主党的总统。林登·约翰逊这个人在美国政治当中呢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本来是副总统肯尼迪的副总统，后来呢肯尼迪被暗杀之后呢，他就由副总统变成了总统。他变成总统之后呢，还有一个副总统叫福特。福特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选举就变成了总统的人，所以说。 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后呢，他就成为了总统。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呢，又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林登·约翰逊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呢，因为他从副总统变成总统，他的任期不超过两年，所以呢，他有资格再度竞选连任。但是呢，约翰逊在当年的民主党内的初选当中啊，他的优势非常的微弱。他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当中呢，仅以不到百分之三的比例赢得了初选。 再加上他在党内的地位呢日益受到挑战，他最终呢以这个舍曼式的声明宣布不再参选。他后来支持了他的副总统汉弗莱，汉弗莱也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呃，成为候选人。但是呢，最终他败给了当年共和党跟他竞争的尼克逊总统。那我们要说什么叫舍曼式的声明呢？它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术语，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一位将军叫舍曼。 他在当年呢就被认为很有机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个舍曼将军呢，他坚定的不想参加总统选举，于是呢他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如果被提名，他不会接受；他如果被选上，他不会就职，就是不选总统已经到了这种铁了心的地步。第一，我不接受提名；第二，如果你们硬要我选，选上了我也不会就职，那就让你这个党这个选举结果呢也是白费。所以这个舍曼式的声明呢被形容为。 美国政治人物坚定的不想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或者其他政治选举的一个铁定铁了心的一个表示。那么，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到的民主党的德州的众议员杜盖特，他可能也希望拜登发一个这样的舍曼式的声明。约翰逊当时为什么会退选呢？为什么这个杜盖特说他是经过痛苦并且艰难的选择表示退选呢？这跟约翰逊的身体呢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杜盖特提到这个林登·约翰逊呢，其实他也在提醒拜登大哥，你的身体你是不是要顾及一下？林登·约翰逊呢，他是一个老烟枪，据说他每天呢要抽两包烟，所以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呢，林登·约翰逊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他这个去世之前呢，已经发过两次，就是两次都非常致命，但是后来呢抢救过来了。所以林登·约翰逊后来进入白宫之后呢，他曾经一段时间戒烟，但是。 关键是在哪里呢？就是他准备竞选连任的时候呢，林登·约翰逊秘密找了一个精算师。这个精算师不是我们说那个会计事务所里面精算师，我想这个有点像中国人的算命师这种人，就预测这个林登·约翰逊寿命。这个精算师给他算完命之后呢，说你最多能活到六十四岁。那如果这个六十四岁确实是一个准确的预测的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 林登·约翰逊会在他竞选连任获得成功之后，在任内就会去世。这个预测居然准了。呃，林登·约翰逊呢，其实他是在一九七三年的一月二十二号去世的。那么，如果他当时竞选连任而又成为总统的话呢，他会在卸任两天之后去世。那可能大家说，哎，那这并不是在他总统任内去世啊。呃，大家不要忘记了，他是放弃了竞选连任，然后过上了退休的生活。 他才在一月二十二号去世，并且他是突然去世的。呃，他的去世是保护他的特工第二天早上在他的床上发现的。那么，你想想，林登·约翰逊如果不听这个精算师所言，坚定的要去竞选连任，他如果真是能够连任成功，再当总统的话，这四年总统的工作所对他产生的压力，他还能活到一九七三年的一月二十二号吗？所以。 林登·约翰逊这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关键点在哪里呢？林登·约翰逊为什么最终退出呢？其实是因为这个精算师给他算了命，他知道如果他当总统的话，他恐怕熬不到这个任期结束，他就会去世。最终他放弃了。所以杜盖的这个声明当中，把林登·约翰逊作为一个前朝的典范，告诉拜登。其实我认为他在提醒拜登，大哥，你是不是要看看你的身体？我们看到拜登在辩论的天呐、啊，那种。 非常这个认知状态不清晰的老人的那种一种表现呢，在拜登的表现的非常清楚。大家如果只是在辩论当中看到他对川普之间的这个就有关话题的这个辩论，拜登反应慢，讲话呢这个断断续续，并且呢关键是词不达意，你不知道拜登想表示什么。比如说他讲到他对美国选民的啊对美国的经济的贡献，他最终讲到了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他最终说：“我们打败了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没有人听得懂拜登，你为什么要打败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被美国民众所广泛称赞的一个医疗制度。川普当年就想推翻奥巴马健保啊，这就是奥巴马健保在很多中产阶级看来，它就是一个影响我们健保质量的这样一个计划。那拜登说他打败了美国的这个健保。” 那是不是他在推翻奥巴马建保这方面跟川普是有同样的目标呢？我相信，事实上肯定不是。但是拜登这番描述呢，你完全不知道拜登想讲什么。如果你只看到这些，还不是全面。在辩论完之后，川普非常悠闲的迈着四方步离开了这个辩论场所。走出去之后呢，还跟这个记者们比了一个他标准的手势，来个赞。拜登呢，拜登在台上下不来。 如果你当天有看这个辩论的话，你知道那个只是三阶台阶，非常的平缓。拜登站在台阶面前就眼睛盯着台阶就发呆，他不知道先迈哪一只脚才能走下这个台阶。最终是在吉尔的扶持之下，他才能走下台阶。这样的一个表现，拜登的身体确实，我个人觉得，无论是认知的程度，还是他的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很客观的， 作为一个这个持平的立场，我们来看拜登的竞选连任，他真是还能够承担这四年作为美国总统这么大压力的工作吗？如果他不能承担的话，让拜登继续竞选连任，呃，如果选不上还好，万一选上的话，拜登很有可能跟林登·约翰逊一样，因为身体的问题，在任内就会出现一个可能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局。 纵然我对拜登的政策经常是批评，经常反对，我也不希望拜登在总统的任内，因为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而导致他在任内就去世了。毕竟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他应该享受他的退休生活。即使我对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反对的，我也不认为拜登应该死在总统的任上。所以说，现在民主党内为什么杜盖特会提出林登·约翰逊这个例子来警告拜登？一方面是。 他肯定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所这个考虑。如果拜登继续选下去，特别是在九月份的第二场辩论，拜登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想很多现在对拜登还有一线希望的支持拜登的选民将会最终对他的信心产生一个崩溃，而这种崩溃会连带到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林登·约翰逊当年还有一个精算师算出，他如果继续当总统的话。 他在任内就会去世，因此林德约翰逊能够退出。拜登身边有这样精算师吗？拜登身边，他跟他关系最亲密的，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是坚定主张他要当总统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如果真是坚持选下去的话，如果民主党真是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话，那么出于一个正常人的良知，我觉得拜登败选可能对他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20, 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